呢，我要感谢的太多了，从防务员到乐手，从我开到一路上走来，我是加油。不想辜负大家对我的希望。今天要辜负大家希望，大家要热诚，来谁要归？是因为有一个有你们的香水，今天这场比赛让我们展现了10万人有5万人的声音的感觉，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鼓励。